来右边看一下，来下面这边。有一种神助的感觉，就是去到这个紫玉亭，然后下来才知道原来是纪念母亲的，然后晚上我又要去录母亲的微笑，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巧合。我觉得这些是会比较难忘。确实有点压抑，因为我其实在内地，然后也经常就是有发过几张照片，然后也拍过很多戏，但是今天这么面对，好的，来来，对，这一排真的把我吓到了，这个闪的真的，这么闪就是闪懵的，接收器啊，被懵到的感觉，不是被懵到的感觉，被懵了，对，好，谢谢。可是这里有插头算，对啊，耳机的插孔。这首歌有没有？我觉得一切都是巧合。彩虹呢，这首歌的确是我们是正好前段时间不是有刚刚那个打游戏，然后我们就带着彩虹了。我觉得一切都是刚刚好啊，就是我差不多有10部作品在台湾也播出，但是哎，很巧，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，我带着彩虹的这一首歌，然后的来到了广东，是。所以说很多内地人其实我很萌的，今天给宝岛的媒体朋友给蒙住了，所以我的萌的表情可能无法发挥出来。为什么不行呢？还是要试试看。三个就好，十年半，哇，好萌啊！啊，有吗？这个是萌的，萌。